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60页，第460页，第一行，从第一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立分段变异二生死，居无边之深智，是大乘涅槃。这向下了，为我们说明。大乘跟小乘涅槃呢不一样啊。那么先说大乘分段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譬如我们现在在人道有分段生死，从出生那一天起到这个身体死亡，这叫一段啊，这叫分段生死。变异生死呢跟这个不一样，变异并没有，并不是真的有生死啊，生死是代表苦，生死很苦，变异必定受一番苦头啊。譬如在学校念书啊，你上一年级，一年的辛苦啊，成绩及格，你第二年升二年级了，第一年死了，二年级生了，这叫变异，从一年级变到第二年级，二年级变到三年级，所以变异这个阶段就很多啊。修行你比如从菩萨吧，摄性位从初性位到二性位是变异生死，二性到三性位也是变异生死啊。我们要是用小乘来看呢就很清楚，小乘是断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里头先断见烦恼，见惑啊，见惑三界88品，断尽了正出果，在大乘也是的，断尽了正初心位的菩萨，这在语言不同，遇到大乘就学大乘，遇到小乘呢就学小乘啊，语言不一样，断证功夫相同。那么从初果要升到二果，必须要断思惑，思惑有88品啊，先断前面最强烈的这种烦恼，6品，先断6品惑啊，这从初果的时候就升到二果了啊，所以他必须要断烦恼才能向上提升啊，他不是分段生死，他是变异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变异的情形就非常之多，六道里头两种生死都要受，这两种生死通通都断了啊，立
分断变异而生死，烦恼断，智慧就现前。烦恼跟智慧是一桩事，明暗的两面，一体的两面啊，所以烦恼轻，智慧就长，烦恼本身就变成智慧，迷的时候智慧就变成烦恼，其实是一桩事情啊，具无边之神智啊。啊，因为你断的是生的生死，分断跟变异都是从生说的啊，生要受苦啊，要努力的学习啊，所以烦恼断了，智慧就长，具无边的神智，这个呢是大乘涅槃啊的智慧了。至于二乘呢，在三德之中啊，仅居解脱，跟前面所说的三德，它只有一个解脱，解脱还不完全，少分。啊，我们讲少分、多分、满分，阿罗汉得的是少分，全教菩萨得的是多分，化身菩萨得的是满分。化身下乘没证得，般若小乘也没证得啊，这个小乘跟大乘差别很大了，所以至于二乘啊，三德尽得尽居解脱。这个四义当中呢，常乐我净，这四尽得啊，四种尽德，只有常乐尽也是得少分。这个四尽德前面给诸位报告过了，化身里面具足啊，化身里头有常乐我净，般若里头有常乐我净，解脱里头有常乐我净啊，因为小乘直离分断，直放下了见思烦恼，在华严经里面讲呢，他直放下执着，诸位要知道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，华严讲的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啊，妄想就是无明烦恼，名词用的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见思烦恼虽然断尽了，它有尘沙，有无明啊，解脱没有完全证得，化身般若完全没有啊，解脱可以说有局部，有少分，因为他没有见思烦恼了。那四尽德里头呢，这个解脱里头有常有乐有尽，我没断啊，你看世间的只有常乐尽啊，我
主宰自在他没有得到。所以但离已分断，分断生死没有了，变异生死还有，灰身灭智啊，这是小乘涅槃啊，是为小乘涅槃。灰身灭智，这也是佛门的术语啊，就是佛门里头专有名词，说二乘之人断三界之烦恼后啊，这个三界的烦恼就是见思烦恼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由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见思烦恼来的。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于执着要看淡，要放下，这是烦恼里头最粗重的一环。啊，对我们往生会造成严重的障碍。啊，这种烦恼如果轻了，可以说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啊，这种烦恼重，念佛也不容易往生。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，对什么事情要淡化，别认真。执着就是太认真了啊！世间人认为认真是好事啊。佛大乘佛法里也是，虽事上认真，他心上没有，这叫妙用。事上认真是管理行政啊，管理一个团体，你不认真怎么行？啊，寺庙是个团体，它有戒律，它有规矩。啊，治法的人怎么可以不认真呢？啊，治法的是菩萨，事上认真，理上没有；相上认真，心里清净平等。痕迹都不着，这叫菩萨啊！所以菩萨具足法身般若解脱，具足圆满的常乐我净四德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凡夫执着，他生烦恼啊，他不生智慧呀。他心染着，他不清净啊！啊，所以小乘人把这个放下，放下什么都不干。他怎么样呢？灰身灭智啊，断烦三界烦恼之后，如火光三昧，他自己有能力。三昧是禅定，在定中啊，升起火光，把自己身体烧掉，啊，死了火化了，火化不要别人帮忙，自己有三昧火，啊，能把这个身体烧成灰。啊，这叫灰身灭智，身没有了，烧掉了，烧成灰了，智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他不生智慧。啊，归入空寂无为之涅槃界。小乘涅槃叫偏真涅槃，真是讲空，就是偏空。
啊，实际上空有两边都不可得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凡夫着有，二尘着空，都是偏在一边啊。大乘有智慧，空有两边都不着啊。空从哪里来的？是对凡夫执着有给你说个空。对二乘呢，执着空给你说个有，点醒你啊。超越空有，上面还讲染净啊，染净也是对立的，这个染要断掉，净也不能执着。执着有个净，这个净已经变成染污了四圣法界是净土，六道凡夫是染土，染净是从这儿来的啊。所以四圣法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要用净土的术语来讲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方便有余土啊。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啊，释迦牟尼佛有十宝庄严土啊，他自己的报身住十宝土啊。那么这个是小乘啊，二乘呢声闻跟缘觉，他们最终的目的啊，世尊为这个事情呵斥小乘呢，说他们是骄牙败种。为什么呢？只顾自利，不知道度众生，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不度众生就是不度自己，把自己放在偏真涅槃里头，那个里头清净无为，不堕落也不能提升，错了。不堕落是好事啊，不能提升就不是好事啊。但是他们都有期限的啊，阿罗汉根性比较烈，什么时候回头呢？知道错了，回头是岸了啊。这个回头就是回小向大啊，阿罗汉有20000劫，他在这个涅槃里头住20000劫，他会回头。辟支佛比他聪明，辟支佛只要10000劫啊，10000劫就回头了，阿罗汉有20000劫啊，不是不能回头。也就是说，在菩提道上啊，这个地方耽误了20000劫的事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停在那里不动那么这些呢，都是语言不同啊。啊，像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南洋都是小城啊，在那边遇到的一定是小乘教啊，他们修行也挺认真的，我也去访问过他们
啊，问题发生在哪里呢？发生在不研究经教，只念经不研究，不细讲，不能把经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把经典里面的教训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那叫真学佛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12年讲阿含经，要像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谁肯跟释迦牟尼佛学？没人呐。佛当年住世这个12年，天天讲经教学啊，那些比丘尼呀、比丘也很厉害呀、聪明的、智慧高的、慈悲心重的，学了就会跟别人分享啊，他去讲给别人听啊，他去做出来给别人看呢、所以这个影响面就很大了，叫真佛弟子啊。遇到困难问题向佛请教，佛会教大家，他们的问题以及佛所教诲的全写在四阿含里头，我们读四阿含就知道了啊。今天我们学佛脱离了佛教的经典，所以学得不像啊，大乘小乘都是这样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能怪他，怪人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反省，一定知道自己勉励自己，我们重新来带头。那么在中国学佛的接触的当然是大乘，中国没有小乘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没有小乘肯定没有大乘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。小乘经典我们汉文翻译的四阿含，跟南传巴利文的藏经去比对，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巴利文经典比我们汉文多的大概50几部，总共3000多部，他只比我们多50几部。由这个地方可以看见我们中国古人对小乘的重视，小乘经几乎全部翻译过来啊。现在没人学了，当年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我估计应该选的有50-60种小乘经啊，我听他讲的
我在台中那个时期，他讲这些《阿含经》里选的这个小部经，我大概学二十几种。啊，像我第一部学的《阿难问是佛偈雄经》，就是阿含里的选出来的。啊，可是现在没有人学了，讲不行了，念不行了，要一教奉行。啊，有讲有听有研究的，没有人真干的，这个在佛法里头叫末法时期，没人真干。啊，有讲经有听经有真干的，这是佛法相法时期。如果有正果的，有念佛往生的，正往生了，那叫正法时期。啊，正法久住，我们非常向往。今天正法久住只有一门，净土宗。啊，往生就是正果。啊，禅宗里头必须明心见性，那就正法救助。啊，教下里头一定是大开圆解。啊，这是正法救助，不容易。啊，所以现在就是黄念老讲的话，八万四千法门能成就的唯此一门，黄念老的禅跟虚云老和尚学的。啊，他的密好像是跟贡格老人学的。啊，他在密宗是金刚上师的身份。最后他念佛往生。啊，往生前半年，每一天他是万缘放下，一天十四万声佛号。念佛走的啊，他用的是追顶念佛，一句接一句。拼命的视线给我们看了，给我们做样子，得要这样干才能往生啊。这往生前半年，我们如果要把往生的日子定在201212月21号之前，我们差不多现在可以开始了，要真干了啊！要有充分的时间呢，准备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我们想学这个法门，学那个法门，行，到极乐世界再学。现在不行，没有时间，也没人教你。
啊，到极乐世界，老师是弥陀如来，学长是诸位补处菩萨。啊，文殊普贤、观音师至、弥勒菩萨到那里全见到了。啊，不是在此地看到泥塑木雕的像啊，不是啊，到那真人看到了。啊，还有这经上讲的居士当中，跟文殊普贤同样地位的化身菩萨十六真寺，我们天天念他的名字，跟他有缘，到那个地方个个都见到了。那你有好老师，有好的同参道友，成就快速，没有障碍，没有灾难。啊，小乘这个涅槃，佛并不赞成。啊，烧身灭心，归如空寂无为。对自对他都没有好处。啊，对自己如果是声闻，两万劫停在了你，没进步。如果是辟支佛，这一万劫这么长的时间没进步，这对自己没好处。啊，不能发心教化众生，不能利益社会，所以于自于他都不利。啊，小乘应该在证得出国之后，就要回小向大。那个进步就快呀！啊，要学诸佛如来，化身大士，念念不忘苦难众生，啊，全心全力的去帮助他们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大乘里面正果，化身般若解脱，圆满证得。啊，如果是修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，真的是最简单、最容易的方法，获得最圆满、啊，最快速的成就。下面我们看第十三愿，光明无量愿。这一愿也是善导大师所选中的四十八愿里头最重要的五愿。啊，前面第十二愿必成真觉。啊，这一愿也选中了光明无量。我们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
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啊，千万亿倍。这一章里头，具足两愿。啊，千万亿倍以上，就是我们念的这一段，这是第十三愿，光明无量愿。若有众生以下，是下面第十四愿，啊，促光安乐愿。啊，第十三与第十五，啊，十三是这一愿，十五寿命无量愿，净因成为，是法身愿，以其是法身成就也。真切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，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，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呐。盖无量寿在数穷三际，佛身常住众生有意也。无量光呢，是横遍十方，得用周遍摄化无尽，故为大悲方便之本，报身之实德也。这一段文经言是小慧言，啊，就是他的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成为译疏，啊，《无量寿经译疏》他做的，隋朝时候的人，啊，他称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这两愿是十法身愿。啊，因为这两愿讲的就是法身成就，法身光明无量，法身寿命无量，真的无量，啊，不是三大乘其极。啊，光明是讲空间，寿命是讲时间，无尽的时空交织在一起。啊，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纠缠，啊，这就是法身。啊，日本真解以此二愿为报身之德。啊，也能讲得通。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。啊，光明无量跟第十五寿命无量这两愿，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。方便法身
就是报身。现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身现在十报转眼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报土的菩萨有感。佛有应呐，这个佛是究竟圆满佛，《华严经》称为妙觉。啊，妙觉不住十宝土，住常寂光。啊，可是十宝土里面41位法身大士有感，他就有应，他应现在十宝转眼土。所以叫方便法身啊，大悲之本光明受量，这两个是法身得了，法身起作用就是这个二得了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啊，这个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的无量寿恒啊，数穷三际，佛身常住，这是有相的，在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妙觉如来示现在十宝庄严土，是帮助41位法身大士，这些大菩萨个个都是明心见性，啊，直施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，留在十宝土。啊，佛在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帮助他们断无始无明习气。啊，为他们示现，度化众生种种方便，这些种种方便都是信德。啊，妙觉如来他真的圆满，法身菩萨真的也圆满，但是没有妙觉如来那样明显，那样清楚。啊，因为他们带着无明。啊，妙觉如来不带无明，没有无明。给他们做榜样。啊，这些现身，佛的现身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
他们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不可能有分别之处。这是十报图的状况啊！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圆满的十报图啊，它那个十报图啊，延伸到方便也是十报图，同居也是十报图。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这是不可思议难信之法。难信不是十报图，十报图容易相信，难信就是下面的两图。同居同居跟方便两图，这真难行啊！为什么呢？他们见思烦恼没断，尘沙烦恼没断，怎么可能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大师平等？没人相信啊！啊，所以叫难信之法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他的，他们能接受得到。阿弥陀佛想把这个能力加持给我们，我们接受不了，不能接受，他们居然有能力接受。佛慈悲不是不加持，分分秒秒都在加持啊！我们抗拒的力量太大了，信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平等的。啊，我们有抗拒，最严重的抗拒就是分别执着啊，不接受我啊。那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同居土下下品到极乐世界，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不起作用了。对于弥陀本愿加持，完全接受，不抗拒了。妙就妙在此地啊，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佛在经上说的，这桩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，即使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搞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等觉菩萨没有回归自信，没有入常寂光，他不知道。我们把这些原理原则搞清楚了啊，那重要的要做的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，放下就对了，不要再执着了，不要再分别了啊。起心动念我们做不到，太微细了。我们从粗的下手啊，从执着从分别下手，就是尽量的淡化了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，这与
相宗修学的原理相应。啊，这就是相宗的转世称之。我渐渐学着不用师，学习用智。智是什么？你放下之后，智慧自然生起来。人头脑冷静就是智。心定下来就是智。心乱了就是识。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，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是识，那是迷，那不是觉。那这个要分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啊，光跟受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本自具足啊，就是因为有烦恼啊，光跟受啊都不见了，啊，都迷了。在极乐世界，光寿无量是方便发生，十报土的发生就是方便发生，长寂光才是真正的发生，圆满的发生，发生无相啊，长寂光有相啊，所以叫方便发生啊。啊，你看菩萨所流出来的，这从自性所流出来的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在十宝图里头看，人人皆是啊，个个不无啊，殊胜庄严，无与伦比啊，啊，弥陀慈悲，个个都像弥陀一样的慈悲。啊，所以无量寿，殊穷三界，这是真无量寿，这不是假的，不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，佛身常住，众生有依靠啊，佛不常住啊，众生没有依靠啊。啊，无量光呢，在横遍十方。光是智慧，智慧遍照十方，得用周边了。光中有无量的。啊，德是讲德能，以这种德能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啊，帮他破迷起心，帮他破迷开悟，帮他信愿持名得生净土。
故为大悲方便之本，报身之实德也。这德不是假的，是真实的，它真起作用啊，真能帮助无量无边众生。故知愿中自是光寿无量，是为一切众生悉皆光寿无量。你看，自他不二，自他是一体，自己光寿无量，是为了成就一切众生的光寿无量。这个意思很深的。你要教别人，你自己不先成就，你就教不了别人，别人不会相信。啊，阿弥陀佛要教所有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，都能证得究竟圆满的心得，就是无量光寿。啊，他自己先显示出来给你看了，他有，我也有，你也有，没有一个人没有。啊，那我们讲教育最成功的，在变法界虚空界教育最成功的是阿弥陀佛。一切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相比还差一筹哎。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没想到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啊，我们可以想起思想精密，又精又细密。啊，别人没想到，他先想到了。像这些地方，在在处处都是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能细心去体会，要能认真去学习落实在自己生活啊，它就真管用啊。啊，这是报身真实的德用。啊，一切为众生。所想到的，所做到的，所兴起的，所成就的，没有一样不是为众生。没有一样是为自己，这一点要学，叫真学佛了。啊，所以为自己是学佛人最大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我执未破，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阿弥陀佛这种最简最易至圆至顿的方法对你都帮不上忙。啊，必须要知道
身心世界全是假的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啊，想不是真的，从心想生哪里会有真的？只有自信是真的。心性色变是真的。这个真的里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叫真谛，一个叫宿谛。真谛是纯真，宿谛是相似真，不是纯真。啊，可是二谛是一，又不是二，二而不二。啊，一而非一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分别执着不能解其意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稍稍明白了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起入了，就真的了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你能理解，你不能真的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真的了。啊，大乘为真方知啊。啊，一定要肯定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这是大乘。啊，只要认为众生跟我不是一体，不但不能入大乘，连对于结大乘都成问题。你不结如来真实义，什么时候自己承认变法界、虚空界、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你能够懂得大乘，你听大乘经慢慢会理解。啊，一天到晚迷在你我他，这个事情麻烦，不但大乘你不会懂，小乘也不懂。因为小乘都要破身见，佛法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真难不是假难啊！这个难关只有自己破，别人帮不上忙啊！佛帮忙的只是给我们讲经教学，可是悟入靠自己啊，佛不能帮助我们悟入啊，佛能做到就是开示啊，悟入是自己的事情啊。为什么不能悟入？有障碍，把障碍放下就能悟入。啊，悟了之后，悟是明白了，明白之后真修，把错误放下叫修行。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放下。有往生论云，三种庄严如一法具。一法具者为清净具，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
三种庄严是讲极乐世界。正报、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、依报国土庄严，这三种庄严呢，庄严，我们世间人讲，真、善、美、慧，再加上智慧。这才称得上庄严呢。依报正报，真善美慧这四个字都达到究竟圆满。这三种庄严如一法句。这一法句呢，就是清净句。我们说。纯净纯善，三种庄严，纯净纯善的。纯净纯善怎么讲法呢？纯善，真实智慧；纯净，无为法身。他方世界没得比，我们对这个至少的心想往之能力达不到，心想往之有这个求愿的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能做到纯净纯善。纯净纯善这两样决定先前。就是真实智慧呀，无为法身。纯善应对的是真实智慧，纯净应对的是无为法身。这三种庄严，48愿中极乐世界一正种种殊胜庄严也。这是念老为我们解释的这三种庄严。48愿中所讲的极乐世界，入一法句，则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个入是全归也。极乐世界三种庄严从哪来的？就是从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里头来的。没有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极乐世界庄严就不可得了。那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自己的心的本有的，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，你跟这三种庄严去对比，你会发现第一个头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
清净心生智慧，自信清净心生的智慧，不叫真实智慧吗？第二句话说，本无生灭，本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大般涅槃了。自信是圆满的大般涅槃了。就是寂灭。苦集灭道里的灭谛，究竟圆满的。第三句话说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世尊说了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那我们就晓得自性是什么都没有，自性就是常寂光啊。它本自具足，它这个里面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本自具足。那就是无为法身。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都在这一句里头第四句是本无动摇。这一句话什么？这一句话就是自性本定，没动摇过。这就给我们说明真心是不动摇的，没有动摇的。妄心它动啊。起心动念动摇了。分别执着那是大动啊。狂风巨浪。自信没动摇过。末后一句能生万法。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法全从他这里变现出来。佛说的好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自性是自己。禅宗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是自性。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万法未生前本来面目跟我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一个意思啊。你就知道我跟万法同一体啊。万法跟我不二啊。这才是真的觉悟了，真的明白了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人我是一体，能不爱他吗？能不关怀吗？能不帮助吗？一体。这是诸法实相。一切法的真相如是啊。
啊，谁知道？佛知道。大乘成就的人都知道。啊，大乘里面成就的人是菩萨。啊，他们知道。故真解曰：若有佛所证，则四十八愿皆如光寿法身。这话说得好，就佛所证的来说，四十八愿不出光寿法身。为什么呢？全是光寿法性法身呢所显出来的。法身就是光寿，光寿就是法身。啊，善导大师把这个五愿说为四十八愿的核心，有道理啊！光寿总是四十八愿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四十八愿是细说光寿。啊，光寿是发生的，盖为极乐一真，那个只是弥陀发生之流现也，故四十八愿全显发生。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那个时候的念力，啊，他有圆满的慈悲，无比坚定的毅力，无界修成四十八愿。念力能量不可思议，里面教我们学念力的方法。啊，你念一桩事情啊，但是要念多长的时间呢？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。我想这段事情，每一天半个小时以上，能有一个小时更好。啊，专想这段事情，想多久呢？三个月。哎，就起变化了。我们也去实验啊，有人愿意实验就可以想想看，去实验啊，想一桩事情啊，我们想什么呢？想阿弥陀佛，这样看三个月阿弥陀佛会不会现前。可以啊，可以这么做啊，一天专想半个小时和一个小时，万缘放下，啊，或者是面对阿弥陀佛的佛像，
看着佛像想他老人家，一天想半个一个小时，三个月不间断。哎，阿弥陀佛想来了，信息传来了，我哪一天往生啊，我要问问阿弥陀佛，要跟他两个订入。那如果真有灾难，要求你那个时候一定要现身来接我。我相信跟银科法师差不多，银科法师还不就是这个方法吗？啊，他一心一想阿弥陀佛，想了三天三夜就把他想来了，啊，三天三夜没中断了，这就是念力，一个道理。这个法门真简单容易耶！啊，每一天用一个小时，人静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打现场，啊，把你电话都拔掉，啊，一心一意专想，这是量子力学家提议的。啊，我们就专想着来做一次试验，这叫念佛法门，这真念佛吗？啊，念佛有持名念佛，有观想念佛，有观相念佛，啊，有实相念佛，有好多种念佛的方法。啊，这个可以说持名跟观想两种方法会合起来，啊，如果加上礼拜也行，啊，拜佛、念佛、享佛，三合一，决定有用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若能度生，真解有余，又以摄生，就摄受众生，则愿愿皆为众生。愿愿皆为众生，这是弥陀的念力。我们看到这一句，我们刚才那个方法信心就更足了。你看，弥陀念我，我念弥陀，心心相印呐。啊，一天搞这么一个钟点，啊，不受任何干扰，一个小时，啊，在清晨最好。啊，大家都还没起来，啊，早晨早一点起来，用一个小时，啊，拜佛，啊，念佛、拜佛、享佛，啊，不要有杂念，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一天一个小时，三个月，这是一期，跟波州三昧时间相同，波州三昧也是三个月，但这个每一天只要做一个小时，时间确定。啊，早晨早一点起来，4点钟到5点钟。或者是4:30到5:30，4点钟起来洗洗脸，差不多
4点半开始，啊，拜一个小时到5点半，天天不间断。啊，最好一个人做，不要两个人，两个人会打现场。啊，个人做个人的，自己约束自己。啊，不要别人去督促。啊，弥陀愿愿皆为众生。我们今天念念念弥陀，弥陀念我，我念弥陀。故云48愿摄受众生呐、啊！啊，阿弥陀佛摄受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，就是用的48愿。又云夜夜誓愿呢，为众生故啊。啊，如是48愿，互摄互融，不可思议。互摄互融，就是还原观上讲的3种周边的第3种，含融空有。啊，含虚空。融万有啊，也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心包太虚2周杀界心包太虚是含空周边法界是容有，这心量大了，能包容啊！啊，包容万有啊，这很重要啊！大乘佛法。最重要的修行概念与方法，我们看下面一段：此愿意为我法藏成佛时，啊，我是法藏自成呐，法藏成佛时。愿我之光明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普照十方一切净慧国土。菩萨的宏愿不可思议，清净佛国土里面的人。成就没有极乐世界那么快速啊！他们愿意到极乐世界早一天成佛。至于秽土呢，那成佛没指望啊！啊，在轮回里头，不知道到哪一劫才能出头啊！出头肯定都有。但是时间太长了，没有离开轮回，没有不受苦的啊！不知道要受多少苦难，这是六道众生的啊！阿弥陀佛慈悲。
发大宏愿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佛的光明无量无边，普照十方，今天是佛的光明，佛像是佛的光明，无论是雕塑、泥塑，或者是绘画，都是属于普照十方。真正放光呢，是那一些见佛闻法、依教修行的人。他放佛光啊，他怎么放的？得佛光加持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弥陀光明普照啊，真正依教修行的人呢，佛光就从他这个体上。往外放射，往昔四云，横射十方，虚空无边的，故国土也无边。国土无边呢，故众生也无边。众生无边呢，故大悲也无边。大悲无边。故光明亦无边，光明无边无边呢？故摄取业无边，利益无边呐！这话都是真的。说佛光在哪里？你要有慧眼，你才能见到。弥陀佛光遍照虚空法界，虚空法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虚空法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宝土。不可思议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有缘就沾光。有信就得利益，有愿就决定往生。这偶耶大师说的。肯念佛就是有福报的人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倡议，净宗同学真正有一万人，依照我刚才讲的方法去修行。每天一个小时，重要的是没有杂念，没有怀疑，一个小时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拜阿弥陀佛。如果全球有一万人，我相信有能力让地球上灾难
化解，纵然不能化解，把它推迟。啊，能够推迟往后十年，十年当中，我们来努力，让大家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改邪归正，灾难无形当中全化解了。理上讲得通啊，事上就真做得到啊。啊，真干尽行受，我发这个愿。啊，我活一天我就干一天。啊，每一个小时，每一天呢用一个小时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拜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。啊，天天不缺。啊，依照科学家给我们的数据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全世界人口总和的1%的平方根，啊，大概顶多吧10000人。啊，他估计是8000多人，啊，我们就算10000人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就能化解地球灾难的危机。啊，他指的是玛雅预言。要求地球上的居民都回头，做不到。在地球上找10000个人，行，可以找得到。啊，在我们晋中同学里头找，我想都可以找到，那就行啊。这桩事情我们留意啊，好事情。这一段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望西师说得好，恒是十方虚空无尽，恒是讲空间，空间的广大没有边际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国土啊就没有边际。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小道场，我们的小道场在地球上，以地球来说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边际。啊，这几天海外的朋友打电话来贺年，我就问他们，我们的网络能不能收看到，难，都在收看。我说清不清楚啊，色相音声怎么样，非常之好。那我们的小道场多大了，遍地地球啊，
我们在这个地方分享啊，全世界人都听得到啊。有缘，他有一个电脑就行了，就能收看我们的网站，他就看到了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多大了？遍这个地球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看我们同一个时间，大家坐在一起学习，啊，我说我昨天告诉大家了，国外的，我说我每天同一个时间我们都见面呢，天天见面，是啊，是天天见面呢。啊，我相信现在他们都在电脑面前、电视机面前。啊，我们每天见面的，啊，我们真正深信不疑，对净宗深信不疑，真正发愿，啊，真正修行，为自己，为一切苦难众生，为多灾多难的地球，啊，每一天用一个小时。啊，最好是早晨。啊，练习学早起，早睡早起。啊，早晨用一个时间，念佛、忆佛、拜佛，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。啊，祈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啊，地球上灾难化解。啊，我相信有一万人呢，是决定可以做到的。那么，国土无边，众生无边，众生无边呢？佛的大悲心就无边了，大悲无边呢，光明就无边了，光明无边呢，摄取利益众生就无边，一要言之，于一无边呢，故光无边。啊，我们要想利益无边，那光就要无边。啊，这个我们这几年呢，就真的在做。啊，我们用网络十几年了，是将近二十年。啊，用卫星电视也十年了。我们虽然没到场，我们用这种科学技术，啊，让净宗大放光明。啊，这个工具。是好东西，要好好的利用它。如果国家要是明白了，利用这个工具宣扬伦理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教育，天下好治啊，不难呐、啊！啊，在最好的时段。啊，请几个老师来讲经教学，只要教一年，社会就恢复安定，恢复正常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不是难事啊！啊，这么多年来，啊，
我知道只有我们这个小单位讲经教学没中断，啊，我们有卫星，有网络，没有人宣传，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宣传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讲的不好，啊，宣传怕别人笑话，那叫佛度有缘人，所以收看的人不多啊。啊，如果收看的人很多，各地方加一群收看的人很多，那个影响就太大了。啊，我们相信老祖宗的教诲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啊，我们在过去在汤池做了3年实验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，不难呐。为什么？我们发现了，也证明了人心本善。啊，现在虽然才不善，作恶多端。接受几天教育，良心发现，他就回头了，他的本善呢，就显示出来了。啊，这是好事情啊，很容易，很简单，不费几个钱，啊，也不费力。啊，国家要是真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养个50-60个老师，你的国家就幸福，就太平，就和谐，就安定，就繁荣兴旺。养600万军队不如养60个老师，60万军队解决不了问题，60个老师就解决了问题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啊，一个国家找60个老师不难呐。啊，老师的条件很简单，所说的必须自己先做到。啊，古圣先贤所说的先行其言。啊，我所讲的我先做到了，我没有做到的我不讲，那不好意思讲，我讲的我都做到了。啊，这是我们选择老师就这么一个条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他做到了。啊，孔子教学、孟子教学他做到了。这说话别人相信啊，人家没有怀疑啊。啊，决定移交奉行。底下说一忘思习矣，下文呢一同此解，余力也无边，故光明无边，具德无尽。这几句话是前面的总结。啊，下面一段绝胜祝福，超于日月之明，
千万亿倍。这个话说在此地，意义很深。我们回到现实，如果一个国家做成功了，影响全世界，今天社会动乱呢，不是局部的，是全球的。现在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所树立的形象都是负面的。大家都向负面的学。社会乱象是从这儿生的，没有正面的形象。负面的形象除不掉不要紧，负面形象已经太多太多了，正面一个都没有。树先有一个正面的，大家看到了，都会向这个正面的学习。正面学习的人多了，负面的自然就衰弱了，不用取缔，它自然没有了，没人看了。他赚不到钱，没有利益可图了，自然就关门了。这个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邪不胜正。问题你得把正树立起来。我们过去在汤池小镇做了个小实验。没想到居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大使192位。都想到汤池。去考察，去参观，我们就知道，好善好德的人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听说汤池有这样的成就，都想去看。所以今天无论做什么，有一个世界顶尖的好样子，就能惊动全世界。因为现在大家都想找，找方法解决问题，找不到啊。不是不找啊，我了解，找不到。他找就是过处去找啊，没去找古人，他找古人马上就找到了，他不找古人，找现代人找不到，一定就找古人。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团提出了，不可以轻视这个世界上少数民族土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些方法，往往有高度智慧在其中，我们不可以轻视，不可以说它是迷信，它里头有道理。这个提议好啊。去找真实智慧，
只有真实智慧能解决问题。真实智慧在古老传统里面很多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